HI360 它设计了两种不同输出状态的手柄。那首先呢，我们现在打开电开关。进入到这一个工作的一个界面，那这时候我们选择可以根据不同的一个需要选择手柄。那现在我们首先选择的是这一款超声刀的手柄。我们要连接，把这个手柄的线连接到主机上的时候呢，这个红点要对准这个标志。把它完全插进去以后呢，那我们的界面显示的就是这个手柄的一个工作界面了。那现在我们先连接上这个4.5的一个发射器。这个工作界面它告诉了我们，这个是一个我们超声刀每一发所打的一个长度，这个是每一个点与点之间的一个间距，这个是我们强度的一个输出的调节。现在我们要在脸部护理的部位来画上我们需要做的一个护理的区域。那我们先在那个护理的部位上呢，均匀的涂上凝胶。根据客人所承受的范围设定输出的强度。发射器紧贴着皮肤，慢慢的往上移动。可以吗？这个能量。好，我们根据不同的部位呢，再来设定
它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条件。有什么感觉吗？好，我们每一个区域所打的发数大约是30发以上。现在我们继续打第二个区域，我们操作时候呢，一定要避开那个骨头，不要在骨头上打，而且在一些敏感的一些部位呢，我们的强度不能打得太高，不能调得太高。但过了这个敏感的区域之后呢，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过了敏感区域之后呢，我们打到一个这个咬肌还有这个脸颊范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能量调高一点，调到客人可以接受的范围。那4.5呢，它是只能在脸颊这个区域里边操作。当我们4.5打完一遍之后呢，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用3.0的发射器来进行一个护理。那现在我们换了一个3.0的发射器，这样对着插进去，好，完之后我们的界面它就会识别了我们的一个发射器。3.0进行护理。那我们操作的时候呢，先要打4.5，打完4.5一遍之后，我们再接着用3.0。那3.0强度的输出也是根据不同的一个部位，在客人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
来进行调节。我们用 3.0 的发射器在这三个区域打完之后呢，还可以进行一个外眼角眼部的护理，也可以在额头上进行一个护理。那我们打外眼角的时候呢，就避免不要在那个太阳穴那个位置，额头呢我们也应该是在我们眼球对上的那个位置，不要在中间这个位置来打就可以了。首先我们根据护理的部位选择它的工作头，那现在呢我选择的是 3.0， 我们必须先要把这个工作头跟手柄连接上之后才打开电源开关。那我们放上去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有电极，还有呢这里会有一个卡位，那我们这样放过去就 OK 了。好，这样子它好了。好，现在我们打开电源开关。仪器就会进到我们这一个的工作界面。那这个工作界面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手柄它可以有三种的方式来输出的。首先第一个是180度，180度，那就是说它的热饮点输出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半圆，它输出的是我们这一个按键正对的下方这个位置，热饮点是从就是这个位置。180度的输出模式呢，它可以适用于像外眼角、下眼睑，还有我们的嘴角，像那个鼻子比较肉多的地方。那现在呢？我就设定它的一个间距，间距基本30，间隔30，那我调的是它的棱级。那启动，好，现在我们开始操作。这是一个按键，每按一次它就会输出一发，一发大约是8个点。OK， 我们除了手柄上有一个启动的按键，还可以采用一个脚踏开关来工作。我现在开始。感觉怎么样？有点点热吗？有点酸。有点酸。要调低吗？要调低吧。啊，调低一点。嗯，有点。闭着眼睛啊。
如果我们要进行护理的部位是鼻子的时候呢，那我们要选打在那个鼻肉比较多的地方，避免在骨头上面，而且建议最好是用 1.5 的工作头。现在我们进行的是360度的一个输出模式，首先我们要按暂停键点击360度，然后我们调整它的间距还有它的一个输出的棱级都调好之后，我们可以就开点击启动键。360度输出模式的呢，可以用于整个脸，那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护理的部位由下往上的那样移动就可以了，把它平稳的放在皮肤上，踩一下脚踏开关。那做护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是按照一道一道的那个往上走，也可以我们定在某一个位置，像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呢，我们这样打一圈，围绕着打一圈。现在我们选择用线雕这个输出模式，那我建议呢，就是我们的间隔的时间呢不要太短，那现在我们选择的是0.6秒。好，准备。我们做线雕护理的时候呢，每一个点的输出我们都必须是要移动的，不能说我们停在某一个位置不移动。因为它每一次输出只有一个点，那所以呢，它护理的时候更加的灵活和更加的一个方便，但就是要注意的，一定不能说我停在这里连续好多个点都会打在同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必须是这样移动的。那我们操作的时候呢，是由下往上走。